欢迎大家来到威力球杆杯毒牙青少年中式九球联赛天津站预选赛第三场的比赛现场。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运动员及裁判员。一号台运动员刘恒炎、张仁杰。二号台运动员金俊雄、梁鼎森。裁判员郝杰。三号台运动员李鹤廷、宋子豪。四号台运动员刘帅涛、李友涛。裁判员常然、雨薇。五号台运动员李浩洋、李佳鹏。六号台运动员张丹翔、周涵琪。裁判员张子妍。七号台运动员刘成展、翟子旭。八号台运动员董俊博、周大为。裁判员杨佳琪。九号台裁判员卢冰夏，运动员韩鹏达、苑佳宁。十号台运动员张兆刚、范秀航。11号台运动员朱浩玉、张轩远。裁判员潘雨欣。12号台运动员郭自豪、黄月腾。13号台运动员梁凯迪、蒋博文。裁判员韩雨婷。14号台运动员于子琪、鲁天佑。15号台运动员周森龙、李佳韵。裁判员黄佳琪。16号台运动员张博轩、张雪。17号台运动员王一帆、王鹏宇。裁判员王家伟。18号台裁判员吴有竹，运动员王思远、王林硕。19号台运动员贾森栋、孙旭泽。20号台运动员谢红迪、梁泽宗。裁判员申浩源。21号台运动员常金泽、王成奥。22号台运动员王可钦、张哲豪。裁判员王雪。23号台运动员何杰、张卓轩。24号台运动员燕小杰、朱昌玉。裁判员张家辉。25号台运动员余泽旭、彭建瑞。26号台运动员王雨欣、袁浩航。裁判员秦元荣。27号台裁判员王锦一，运动员刘超杰、张家胜。TV2 号台裁判员朱丽静，运动员张扬、孙元泽。TV1 号台裁判员王玲玲，记录裁判员蔡晨元、赵家辉。运动员赵元永义、崔金硕。下面比赛开始，裁判员开始计时。
赵元玉，你好。崔金树，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赵元永义获得开球选择权。比赛开始，第一局赵元永义开球。犯规。自由球。犯规。自由球。
犯规。自由球。第一局，崔金硕胜。谢谢。第二局，崔金硕开球。
尔迪飞金射手。第三局，赵元勇毅开球。十秒。犯规。自由球。
三局崔金出手。第四局崔金硕开球，
号球铁库。第四局，崔金硕胜。谢谢。第五局，赵元勇一开球。
丁硕胜。六局，崔金硕开球。第六局，崔金硕胜。七局，赵元勇一开球。犯规。第七局，崔金硕开球。比赛时间已过半。犯规。自由球。
归。自由球。第七局，赵元勇一胜。谢谢。第八局，崔金硕开球。犯规。
要求。第八局，崔金硕胜。谢谢。
局赵云永义开球。自由球，接球，犯规。自由球。犯规。
溜球。本场比赛结束，崔金硕胜，恭喜。请双方选手确认签字。